俄孔日销200亿美金，普京惹怒欧洲猛兽。经爆，中共准备再次俄罗斯，美警告赵心诚国际弃疑。普京寻求军事援助，习近平面临决定性时刻。中共高层出席冬残奥闭幕，此人系嚣缺席。李克强预报卸任，谁是接班人人猜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和无端入侵正在继续，分析指出普京可能打算实施持久战，但这个对俄国来讲是不利的。入侵乌克兰是个大错误，俄罗斯将面临严重危机。日经新闻报道，欧洲的研究所估算说，如果俄国进攻的规模扩大，每日所需费用将高达200亿美元。而且外界认为战后俄罗斯将要面对的是经济大危机。俄旅业大王奥列格·德里帕斯卡警告称，最为严峻的时期最低都要持续3年，严重程度恐达到1998年金融危机的3倍。据悉，而家卢布狂跌，俄国通货膨胀加剧，来自欧美的物流陷入停滞，制造业都受到很大影响。这么严重的情况都令人想起计划经济陷入僵局、柜台货物销售一空的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的混乱。另外，美国安全智库列克星顿研究所营运长汤普森对福布斯表示，普京的误判不单止导致状况不佳的俄军出现惨重损失，更加令到冷战结束之后长年安逸的欧洲国家惊醒。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3日后，德国总理索尔茨便一扫多年来反军事态度，宣布未来国防预算将至少达 GDP 的 2%， 较原定计划提前近10年，还提案建立1130亿美元的特别基金，用于重建武器库。汤普森指出，入侵乌克兰唤醒了沉睡中的德国以及本来逐渐分崩离析的北约，反而令俄罗斯未来面临更加强大的军事威胁。据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报道，有内部人士透露，美国告诉盟友，中共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支持其入侵乌克兰。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向欧洲和亚洲盟国发送的电报，没有说明中共是否已经表明将在未来帮助俄罗斯，或者他是否已经开始提供军事支持。电报都没有讲到在冲突的哪个阶段，北京似乎愿意提供帮助。据悉，《金融时报》周日的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已向中共请求提供军事装备和其他援助，以支持其对乌克兰的入侵。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对这些报道作出反应，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不断散布针对中国的虚假消息，但他并未具体否认这些报道。另外，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天都否认了曾向中共提出任何要求。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拒绝透露中共是否在俄罗斯提出请求后提供了军事支持，但表示五角大楼正在非常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个局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13日告诉 CNN， 如果中共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我们已经向北京表明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他警告，规避制裁的重大行动绝对会有后果。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智囊团的美国外交官哈斯法推说，如果援助俄罗斯，中方将面临实质性的制裁，并将自己变成了国际弃儿，是中共拒绝了保有和西方合作的可能性。另外，3月14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已经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在罗马秘密会面。多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苏利文将向杨洁篪强调，如若北京在乌克兰战争中帮助俄罗斯，将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孤立。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称，自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一直要求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无人机。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13日发表推文说，俄罗斯被孤立，经济停滞，资源消耗殆尽，这个是一个独裁政权对另一个独裁政权的绝望请求。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推特上面说，有报道称普京向习近平寻求军事帮助，这样做意味着中国自己将面临实质性的制裁。如果中共拒绝的话，至少可以保持与美国和西方合作，这个是习近平、中国和21世纪的决定性时刻。
如果中国继续企在普京一边，向俄罗斯提供军事、经济或外交支持，短期内将面临制裁，长期内将面临美国的深刻敌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整个作战计划被打乱。截至3月11日，俄罗斯已经发射了775枚角色导弹，按理应该可以摧毁乌克兰的关键军事设施，如防空雷达、通讯指挥中心、机场等，但实际效果不佳。而且俄军的导弹精准度都值得怀疑。中共央视在开战初期曾经大力吹捧俄军，称俄军骨干装备的导弹精度在20米以内，伊斯坎德尔系列导弹精度在5米以内，但在实战中俄军导弹时有偏离目标，多次打到平民区。而乌克兰军方就表现出了堪称令人惊艳的特种作战能力。有分析称，俄罗斯虽然有不少军事卫星，可能卫星受到了干扰，或者导弹在飞行中受到了干扰，但乌军并没有这种能力，这样的话就可能是美国或者北约军方已经秘密参战。北京2022年冬残奥闭幕典礼13日晚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包括习近平在内，中共六名常委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一同亮相，但身兼常务副总理的韩正就是嚣缺席。韩正近日被爆曾与万建柱合力提拔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孙力军落马时被指政治野心膨胀。中共高层官员出席冬残奥闭幕典礼，中共七常委中独缺韩正，引起外界猜测是身体原因定是另有隐情，目前尚不清楚。不过几日前韩正仲频繁亮相，3月10日中共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闭幕，韩正出席，3月11日他仲参加了全国人大闭幕会议。与此同时，韩正的丑闻近日被海外中文媒体热炒。3月1日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专栏文章称，由习近平亲信、公安部党委书记黄小雄负责的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专项调查小组，将韩正都扯埋入去，当年正是由时任上海市长的韩正将孙力军推荐了给当时的公安部长万建柱。据悉，韩正赴京任职之前长期在上海市工作，被认为是江泽民家族的利益代理人。文章披露说，本来在上海卫生系统工作的孙力军早年被韩正相中成为自己的英文秘书。韩正2008年春向万建柱推荐孙力军的时候，孙力军都只是上海市外办的处长，但因为万建柱不愿意被诟病越级提拔上海亲信，心领神会的韩正就先利用自己在上海市政府的职权，将孙力军提升为市外办副主任，然后再办理从上海到国务院公安部的调令。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2020年4月落马，至2021年9月被双开。官方通报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等。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现在回头来看，孙力军就是上海帮选中的政法系接班人，经由韩正举荐到了万建柱身边，组建未来江派在政法系统的接班团队。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1日在人大会议闭幕后记者会中讲，今年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确认明年将卸任，有关李克强的未来走向和总理接任人引发猜测。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从年龄看，李克强理论上是有可能转入人大或者政协，但以李克强近年无心恋战的表现，以及习近平一专独大的格局日益强化，李克强全退的可能性比较大，总理接任者的问题都引发猜测，外界多认为接任者会从副总理中选出，目前的国务院副总理包含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鹤。中央社报道称，孙春兰、刘鹤因为年龄问题留任的机会不大，但由于中共内部都有70封顶的讲法，现年68岁的韩正仍然有接替李克强的可能。文章认为最有可能成为总理接班人的应该就是韩正和胡春华。持平人士中原都认为李克强的接任者应该在目前的副总理中产生，但他表示韩正68岁，上海帮江派背景基本上就决定了他已经出局，年龄最大的孙春兰1950年生，已经72岁，都基本出局。
如果习近平坚持用忠于自己的人刘鹤都是第一人选，胡春华可能同刘鹤竞争。在中共体制内有不少朋友的旅澳法学家袁鸿兵都表示，韩正肯定不可以。至于习近平整不整治他，就要看他最后听不听习近平的话，不听话就整。中央社报道称，直至人选最终确定，一切都是看习近平如何看待中共的规则和惯例，以及习近平认为哪个最能与他的共同富裕目标搭配。